嗨，大家晚安，我是无界。今天呢，要来玩 QF 15，好像是我第一次实况格斗游戏啊。QF 系列呢，一直是我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那它最近呢出了15代，它2月17号发售，到现在也过了一段时间了。稍微的练习了一下，我大概是用14代的感觉在玩这一款游戏。我现在排名呢冲到了霸者3，胜利次数42次，败北次数19次，看起来应该还不错吧？获胜率 68.9%。那今天呢，我想要跟三位不同的人来对战。那我使用的角色呢是明天君、克里斯跟布鲁玛丽。那因为我是正太控，所以明天君跟克里斯呢是一定要的。那布鲁玛丽呢，从97登场之后呢，就一直是我的主将哦，不管换到哪一代。所以呢，这一代呢还是希望能用它，会有一些好的表现哦。它这一代性能也不错，所以应该可以玩得很好吧。找到第一个对手了，哇！我第一次遇到也是用明天君的人呢，好开心哦！看来会是一场枕头大战。明天君呢，就是一个丢枕头，然后叫人家不要靠近自己的角色。哇，好难得哦，可以遇到一样用明天君的人，好开心哦！因为他算是一个冷门角色，用爱在玩的。哇，可以这样用啊，学到一招了。换你进去，哦，哇，一起冲就输了。我跟对方感觉打起来差不多，只是他好像懂得更多技巧，偷学到东西了。哦，哦，我按错了，被多打了好多血。罗伯特，玛丽呢擅长的是关节技，像是把人家腿给夹断啊。哦，我按错了，完了。我觉得我的手法一阵混战哦，我的手法呢，从14代玩到现在啊，我是用 Holy 的格斗用手把，因为我是手把派的。哦哇，糟糕，被打背。但是呢，这个手把真的是有点老旧了，还想来啊？可是呢，现在好像很难再买到这个手把了。
我的脚输哎！所以我现在的手法其实是有点问题哦。哦，我又按错了，我的手法。还好赢了，这超多失误的，我的天哪、哇、哦，这样输哦！哦啊，没炸到。哦哦哦，这一座可以接这一招啊，十四是接不到了。好，那我学起来。哇！哦，我按的东西没出来。哇哇哇哇！完蛋，被打好惨了、哦！不行不行不行，稳住稳住！克里斯怎么打他？因为我实在是……哦。哦，怎么没跳过去？还好没被一打三哦。神龙，我就知道。怎么被踢掉了？哇，我以为我冲过去了就没有动。哦，哇，刚一个枕头没打赢，后面整个打得好糟糕啊。哎呦！哎呦，怎么我一直中这个？
哇！枕头大战丢到我刚才都忘记讲话了。哇，这次不能再被他拉着走了。哇，才讲完了。耶！吓死我！哇，但是血量有点落后。哇！哦哇哇哇哇哇哇！那么刚好。我又按错了。No way！ 我刚为什么会按到那个啦？我的天哪，真是糟糕的手法。哦，什么？哦，被踢掉了，好惨哦！哎，为什么都会不小心爆到气啊？真的是。被踢死，好惨哦！The goddess of victory smiles upon the winner. Winner! このままやと世界一しょうもない試合として語り継がれんで、あんたはそれでええんか？ Selector。好哦。よっしゃ、任せとき。第一只又是罗伯特，现在好像满大街的拉尔夫、泰瑞、跟罗伯特，还有凡妮莎的样子。特别是凡妮莎，我打过，我觉得真的好难打，希望不要再遇到了。走啊 ！Round one, ready?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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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被等到很痛欸人民天君业绩不太好然后玛丽跟克里斯又一直不小心爆到气哇哦要爆气的时候没有爆哇糟糕哇这个重击是怎么可以这么快
气杆好像用一气他就会死了，保险一点。梁十三十四代的时候我很不会打他。怎么会这样子，我今天一直误报呀。到底是手法的问题还是我手的问题呢？刚明明有踢到，可是哇！啊，我没有中，按错了。哇！死了啦！我是说，连我自己都有点不知道自己在玩些什么。稳住！嘿嘿，不小心按到了。哇！嘿嘿，明天君的清剿很好玩的。这是丢赢人了，看能不能继续丢赢这一只。等你跳！哇！等一下！跑掉吧！啊，没中！哦，我刚按太慢了，没有中。浪费了两颗气。哦，为什么我的脚没踢出去？往后滚啊！居然没有，我猜错了。哎呦，为什么没抱起来？被打得好惨。刚刚为什么那样抱不起来？
不错啦，我至少把对方打到剩这样子。只要踢到他一次就好。我、哦。哎呦，我没跳啊！啊，错！啊，太好了！至少返回一城，今天终于赢了一次了。耶！一开始，现在给他图集看看好了。成功！哇、哦，哎，对方好会等哦，我没出招他就不出脚哎。呜、哦、呼！哈哈哈！哎呀！丢输了啦。啊！我的天哪！惨惨的。哇，靠克里斯要反转有点难了。哇，他的重击怎么可以快成这样子？被一挑三了，好惨哦！就是同一位吗？真是惨了。
糟糕！跟他赌了。哎呀！我刚有用对空，结果被打掉了、欸。我以为来得及了，早知道我应该用 EX 版的 ，EX 的好像就可以把它用掉。直接用轻脚点下来。这次我要赢。哦哦。糟糕糟糕！跑跑跑跑跑！不该不该贪那一招，痛痛痛！死掉了啦，好痛哦！哇！为什么会输？他妈！哇！糟糕，又被骗了，死了啦！哇，好痛哦！我觉得对方蛮可以等的，所以不要凹比较好。什么叫做不可爱？克里是超可爱的，好不好？嗯，他已经被我突击两次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会有所防备。所以这换我要直接跳过去，哦，为什么我的枕头输一个角？啊，没注意到血量。想踢呀、啊！啊，糟糕糟糕！夹起来！
他应该会厚厚有偷袭器。哦，哦哦哦，这样也中。换你进去，抓到了吧。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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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定要守下来，把泰瑞打死。泰瑞武器的泰瑞好可怕。哇哇哇，那个脚是怎么回事？哦哦，为什么？我踹输了。哇，糟糕了，这克里斯被踢到一脚就要掰了，然后我又没气。有办法赢吗？啊，死了。哦，他失误了。哇，哇，哇，我要死了是不是？哎呦，今天全败啊。好吧，这也只是证明说我的实力就是这样的，只好再多练一下。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来看啦，那我也会继续加油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手啦，但是呢就凭着角色爱哦，我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来赢多场一点了。好啦，拜拜啦。